大家好，我是波子，等我答问题，等到2046啦。What's my name? Make some noise! 好，我搞五分钟，咁倒数之前呢，我首先要介绍，有请温温，大家见到个头系咪同我一样呢？几衬嘅其实。不如你帮我答两埋，咁啊，咁算啦，你就睇我答啦。合体波子弯弯，波弯。第一条问题系，剪一条片要几耐？大概短就可能两个钟头啦，或者四粒钟，或者一至两日咁样啦。不过视乎系咪一个大制作嘅啫。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对拍片的热情没了？不会，除非呢 YouTube 执笠，你是不是处男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因为很难答。我不是处男，哎呀，都走了。好，继续，未来会拍什么类型的片？会不会继续行你搞 get mode？搞激啦！我本身就是一个激嚟嘅，仲谂唔谂住同其他 YouTuber 合作？我觉得拍片系真系好开心嘅，而且同人哋拍片之余，又可以分享一下心得啦，系啦，咁所以系谂住嘅，可唔可以拍多啲魔术片？可以，多谢你支持。第一条片有冇担心 haters 对你嘅评论？老实讲，第一条片系惊嘅，不过可以咁讲，第一条片咧系用嚟壮胆。因为嗰阵时你知啦，嗰阵时兴玩 Kiyomi 啊嘛，咁我就拍咗一个 Kiyomi 啦，跟住 up 咗之后，哇！我发觉赞好系多过 dislike 嘅，好耶！后来我铲咗咧，少有冇？我啲出嚟，我啲出嚟，少有冇啊啦 ！bang bang bang bang， 你几岁？19岁。你唔同人合作，我唔同人合作，你系咪用手机拍片？系嘅话，你用咩拍？手机拍片？老实讲，而家呢一个系一个 iPad Mini 嚟嘅。我唔系卖广告啊。几时先着裙啊？随时都得，入嚟睇先。我惊你洗眼啫。你读边间 U？你咁靓仔，我认为有冇女朋友？冇。你 YouTube 生涯最终嘅目的系咩？做导演拍微电影？唔系，纯粹分享下开心嘅嘢，纯粹抽下水，纯粹拍片俾你睇，有你哋嘅支持，多谢。而家有冇读书？有。读咩科目出身？土木工程。如果听日就会死，你会用哪一日时间去拍最后一条片给我们这班 fans 呢？如果听日我就会死呢？猜，你的片为什么这么好笑？因为笑波子，笑一下啦。Beatbox 不错，有没有说哪里学？定自我学习？自我学习，哪里学？ YouTube。你玩魔术玩了多久？中二嗰阵时开始有兴趣玩，有兴趣学，都系上 YouTube 学嘅。你拍咗片几耐？有啲咩可以指教新嘅 YouTuber？ 老实讲，你哋指教我差唔多。咁我拍咗几耐？我拍咗半年到啦。咁如果真系要讲啲乜嘢嘅话咧，我觉得就片唔可以太长，讲嘢唔可以好似我咁好直直。要尽量咧加啲音效啦，加啲靓嘅字幕啦，同埋要简洁易明，全部同自己讲嘅，基本上系咯，加油啦！其实咩嘢令你有灵感？老实讲，喺条街度行下，见到啲物件，或者你喺屋企坐下，睇到电视，唔同嘢都可以系你嘅灵感。灵感来自生活，是这么多。
Yeah， 你會不會有啲大製作關於魔術？可以諗下，多謝你意見。點解你會拍片？因為我想拍片。Sing Big Band Song， Big Band Song， 唔係咁唱嘅咩？是唔是終於開咗2046個分身先？是。有睇開邊啲 YouTube 啊？基本上香港你哋有睇開 YouTube， 我都有睇嘅。點解會有拍片嘅興趣？老實講，嗰陣時咧係無無聊聊想拍條片玩一下嘅啫。點知咧就唔瞓起啊！你知啦，人嘅自尊心好強噶嘛，咁就越嚟越想拍啲更加好嘅。慢慢慢慢咧就培養咗一個興趣出嚟，係咯。你做 YouTuber 之前有冇顧慮過任何嘢？有冇試過因為某樣嘢而放棄？我做 YouTuber 之前冇顧慮過任何嘢，有嘅都係一啲可能惡意批評啊，或者一啲需要改善嘅地方啦。咁有啲批評係真係好嘅。你對宇宙起源同人生意義有咩睇法？我對宇宙起源同人生意義冇咩睇法。你覺得自己比起其他 YouTuber 有咩不足？認真講就盡量會講大聲啲。你打算之後拍片會行咩路線？會主打咩類型嘅風格片多？我之後拍片會行咩路線？都係講嘢片。會打啲咩風格呢？呀，搞嘅嘅。點解叫做笑波子嘅？首先笑波子係一種自嘲，即係俾人笑。我的花名是波子，咁笑波子就是笑波子。而波子的来源呢，因为我去过一年新加坡读书，咁新加坡的银纸叫做波子。我回到香港的时候，个个同学都问我攞波子，咁攞下攞下就叫咗做波子啊，波子。讲出一次被吓到的经历，文字不得多于100字，30分题。有一日我。小有冇？靓，九钟啦，咁快嘅？咁好啦，马上嚟到呢个最佳问题。好啦，终于揭晓最佳嘅问题啦，系呢个 ，please，Chen， 呢个名点读？呢个问题就系你最中意边一个 YouTuber？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呢是外国的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，叫 Ray Liam Johnson。 他的影片呢，即是外国 YouTuber 的，他是专是放 Eco-Free 的，是什么来的呢？就是用之前呢是用三条片呢，三条最流行在 YouTube 最出名或者是其他地方最出名的短片，接着他会再介绍一番，是很好笑的，就算不是很刻意呢，都可以做到一个外国很幽默很搞笑的一种方式。那我这方面是很欣赏的，而且都学紧的，是的，学紧个招。那可能今次的问答环节就答得不是很够详细啦，不过不紧要的，以后的片呢，只要大家有留啲问题呢，我会睇的，亦都会尽可能答返大家。唔多謝，慢慢要走啦，拜拜。Please, please, Jen, Jen.